经历一个人没有。李院长他是中山医院的院长，他是国王医学院医学士，他维工医院医院血液肿瘤组织医师，维工是在头份，三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他现任是中山医院的院长。那么中山医院各位应该知道，在中华南中联网那个地方嘛，等一下我们可以比较。但我刚才不晓得血液是关于哪一个，刚才讲了，我来得到的是血液科是败血症啊、血癌啦、啊、白血病啊，这些都是属于血液科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好好听听我们李院长的知识啊，欢迎李院长。好，谢谢谢谢刚才介绍。今天李院长的演讲是血液健康快乐生活，再次掌声欢迎李院长。洪博士，黄社长，各位先生女士，我没有想到今天阵势会那么大，以往的今天都是在医学周刊、医学研讨会啊，或者上课或者教学会有演讲的机会，但是今天算是第一次，阵势很大，然后最重要就是说各位有不同的专长的领域，所以我的演讲内容你又不能太深，但是也不能太浅，所以是有一点点要振作了哈。那所以今天要谢谢大家的捧场。那我首先演讲的内容分两部分了哈，一部分当然就是我的专长，比如说我会介绍一些血液的疾病。那后半段呢，就是所谓的快乐人生。那因为在基金会说我有资格，我就说有资格。是在实际上是不是有资格？会后有大家再讨论讨论。我先来稍微做简单的介绍。本人李维正啊。那二年级生，大概在座还有比我更年长的。那我出生地是巧生，那因为政府有对巧生有保送，所以我就是因为保送了才分发到国防医学院。那现在是中山医院的院长。讲到血液疾病，当然很多人不刚刚。诚如黄社长讲，哦，到底血液疾病是包括什么？那我现在就介绍都是比较大家常见的一些血液疾病，跟大家有关，比较少见就没有提。那第一个就是贫血哈，那贫血讲个简单的话就是你的血红素、血色素少了，那血红素跟血色素是在红血球里面。那红血球的唯一功能，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带氧、蓄氧。我们从空气里面吸收，呼吸里面有氧气，氧到肺里面，那红血球就把氧，你的氧，就氧带到全身去，再从细胞里面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带回来，吐掉。所以你吸进的气是氧气。吐出来的二氧化碳会比较多，它主要的功能是这样。那至于有什么症状，那不一定，就是看你的严重的程度了。有的可以很严重，可以马上晕倒，马上昏过去。那甚至有些人根本他都不知道他贫血，一点症状没有。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打个比喻，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很热，二十几度，你突然间到一个很短时间掉到十几度，你身体就会感觉不舒服，好像爬山。你如果是在水平线上生活很久，你要爬高山，你马上会得高山症，所以你的症状会很明显啊。贫血也是一样，所以贫血要看时间，它发生的经过的时间的长短跟症状有关系。那它的症状通常第一个是苍白，那苍白有人
皮肤比较白啊，就是类，你也不知道怎么。那我们看三个地方，一个看手掌，一个看嘴唇，一个看眼睛，三个地方才看看到底苍不苍白。那第二个就是会头晕，啊，那当然头晕很多原因了，那其实里面贫血只是里面的一个病因，有贫血会头晕，头晕不见得贫血。第三个就是有时候心跳会比较快一点，就是心跳会比较快一点，尤其是你运动以后，就是爬楼梯或者什么以后，心跳会快一点，那会有乏力，就是好像没有感觉没有力气的样子。有些胃口会差，有些胃口会差。那我们常常问病人，这个你有没有贫血？以前有没有贫血？他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贫血，我血压很低。那血压其实跟贫血的关系是不大的，那诊断就很简单了，诊断抽个血就出来了。那最常见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那缺铁性贫血它的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你血失血，失血就是说像女生。那因为生理的关系，每个月会有所谓好朋友和夜市来，所以会流掉一些血，那血里面红血球，红血球里面就有铁，铁就在红血球里面。那你每个月流掉的血多了，但是你在这个月里面你补不回来，好像你钱花掉，你没有赚回来，那你就会到身体里面的库存的铁去用，等到久了你就会缺铁。那出血当然除了月经之外，比如说有人有痔疮啊，或者流鼻血啊，诸如此类，还有一些癌症啊，肠胃道出血也会贫血，也会贫血。那少数是寄生虫也会贫血，会贫血。那这边有两个图了哈，一个图就是说你看这个指甲，我们指甲应该是弓起来凸起来，但是缺铁性贫血的病人，他是病人凹下去，就好像一个汤匙一样，本来是凸出来，他是凹下去。那如果看舌头呢，舌头，抱歉我的国语不太标准，舌头啊，那舌头是看起来就像牛肉一样，就是好像是牛肉一样，你看起来，那治疗就比较简单，治疗通常我们只要补充铁剂就可以达到目的。那补充铁剂之外，最重要还是要找到你缺铁的原因。那如果是好像我的存款突然间没有了，而且是减少了，我一定要想我花钱花在哪里。比如说我买了什么什么，可以，我花那么多钱，我的存款就会少。但是我好像没有花什么钱，我的存款跑在哪里？所以就要找到出血的原因，这个是比较重要。治疗是很简单。那最怕就是说刚刚讲过，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大肠里面有一些出血点，它慢慢出，慢慢出，慢慢，所谓潜血。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推动这个大肠的筛检，就是说看看你大便里面有潜血。潜血意思是说你大便里面的排出的血是很少，但是你肉眼看不出来，要用检查办法才去确，有潜血那就要做大肠镜，这是最重要的。刚刚大概讲过哈，铁的新陈代谢就是我们每个人把铁是当做一个好像是宝贵的东西一样，身体不会排铁，你我在座都是一样，我们把铁当做宝贝，虽然铁不值钱，但是身体把铁当做宝贝啊，不会排掉，不会排掉，而且呢，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库存的铁，好像你存款里面还是有钱，只要你没有花，它就是还是在那边，所以这个很重要。
缺铁性贫血就我就谈到这边啊。第二个贫血就是所谓地中海性贫血啊，有些有人说是海洋性贫血，地中海性贫血，海洋都是一样的啊。那地中海性贫血是一种遗传的贫血，遗传疾病啊，就是父母亲任何一方有啊，会遗传到下一代。那地中海性贫血，大部分病人从小就贫血。哦，所以有些病人我就问了，哎，你以前有没有贫血？如果他以前知道没有贫血，大概就不是地中海病啊。地中海性贫血就是从小就是有。那当然，贫血地中海性贫血，它贫血程度会有很大的差异了。哦，有些很轻的地中海性贫血，它根本一生里面寿命也不影响，那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有少数是重型的地中海性贫血。那这些重型的人那就麻烦了啊，那他要靠输血来维持生命啊。那如果症状不明显，大概无所谓啊。但是呢，如果是重型，就很麻烦。那怎么样避免有重型的地中海性贫血？那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建议要推一个，就是说你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要去验个血。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如果有问题，那就要追踪，要检查，那避免呢，就是你的下一代会产生一种重型的地中海性贫血。我后面写很重要啊，这个谈到论及分价的时候，第三个贫血叫做恶性贫血啊，恶性贫血。因为很多人有印象，就是说，哎，贫血我吃猪肝，啊，那这个是有根据的啦，啊，但是吃猪肝里面只能对恶性贫血有效，特别提醒的。那第二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紫斑，啊，什么叫紫斑？紫斑就是皮下出血，啊，皮下。血管破了流出来血就变成紫斑，那一般讲就是很容易恶心了，就是很容易淤血，有时候有碰到，有时候没有碰到也会有紫斑。那我这边有画一个三角，这个是紫斑，这个是这边是我们所谓老年性的紫斑，还有这些就是出血点，就是出血的现象。画一个三角架，就是意思说每一种出血，紫斑也好，你比如说血液开刀流血不止也好，最重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血管，比如说血管漏了破了，它当然漏出来。那第二呢，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分两类，一个是数目够不够，我们血小板数目大概要15万以上到40万，那如果你的血小板很少，那当然会流血。第二个还要看看你血小板的功能好不好，就是说你有血小板到底它起不起到作用。如果功能不好，你血小板数目再多也没有用。那其中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常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因为我们希望血小板的功能不要太强，因为血小板会附着在你这个血管的壁上，当血管壁有粗糙面的时候，它会附上去，会增加你血管狭窄的可能性。所以很多心血管疾病的人，他会附带口服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希望减少它的副作用。那但是如果要开刀，你要比如说要手术，要拔牙，要什么，那就要把药停下来。通常我们希望停，最保险是一个礼拜了，再开刀就会比较好一点。那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呢，啊，我现在口服抗血小板药，但是我要马上开刀怎么办？那就要跟医生讲，然后医生要另外处置。才让这个手术不会流血不止。
那刚刚讲过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凝血因子，我们身体里面有十三个凝血因子，里面凝血因子不够，那也会造成你出血。那其中一样就是所谓的血友病，也是第八因子。所以值班治疗就是看看你对症下药，你是哪一个问题，你就治疗哪一个。再来要提的就是所谓白血病血癌了，那血癌分两种，一种急性，一个慢性。急性白血病跟慢性白血病，那其实骨髓里面所有的细胞都会有癌细胞的可能。那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是有急性淋巴球性白血病，还有其他的，那我这个人就不讲太多了，那 讲主要给大家一个印象，急性白血病它开始发病的症状会比较来得很凶猛，病人会发烧会出血，如果慢性白血病呢，就现在我会提，比较没有什么症状，比较没有什么。那这个图片显示就是说，就癌细胞，有些急性白血癌细胞它会侵入到你的牙龈，看起来是牙龈是很肥大的，其实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癌细胞在里面。那治疗呢？治疗就是化疗，还有骨髓移植啊，骨髓移植。那骨髓移植我在这边多带一点点哈，看看如果有兴趣，我们再多讲一点。骨髓移植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红血球，我们所有的血的成分都是骨髓制造出来的。骨髓好像是一个工厂，你的白血球、你的血小板、你的红血球都是骨髓制造出来的。那血癌呢，就是工厂里面出问题了，这些正常的白血球它癌化就变成白血病。那以往的治疗就是我们用化疗，希望把这些不好的细胞把它清除掉，但是有的时候效果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骨髓移植，就是骨髓呢既然生产出来好像工厂不好，你生出来产品不好，我把你的工厂换掉，弄个新的工厂。当然里面牵涉 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有合适的供骨髓的人，就是说骨髓不是随便输，像我们输血红血球里面你只要 ABO 对起来正好合适就可以输，骨髓就没有那么简单，它里面有很多，有50几种这种所谓抗炎要检查，所以要找到合适的兼症者，你才可以做骨髓移植。当然我们很谢谢慈济医院，它有一个 bank， 一个好像是骨髓的银行一样，它里面有很多骨髓兼症者的基本的资料，当你那个病人需要骨髓移植的时候，把病人的血送到他那边去，他只要配对了以后就可以兼诊。所以有时候你新闻看越南啊或者马来西亚得到一个骨髓兼诊，其实是从台湾来的，也有大陆也有所以就是说有一个很 bank 很大那我就这样。第二个就是慢性白血病，慢性白血病刚刚讲过，就是甚至没有症状，甚至没有症状，它就很慢，就是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身体检查的时候验个血，白血球怎么几万几十万，然后现在挤的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疾病，那。它因为跟所谓的费城染色体有关，费城染色体就是，我们
22对染色体，里面有一对的染色体的一小块掉了，跑到另外一个染色体上，就是费城染色体。那为什么特别提呢？就是这个费城染色体呢，因为它是跟慢性骨髓炎关系，就是病因，哦，关系非常的密切。那所以呢，现在有一种新的药，就所谓的标靶治疗，就针对这个所谓费城染色体来对抗它，啊，疗效是非常好的。那有空的时候，我们再谈谈所谓标靶治疗。那标靶治疗，因为我以往就是说，所谓化疗，我化疗就是毒药，就毒细胞的，啊，就是很毒的，啊，100%很毒，啊，因为它是让你的细胞不能分裂，让你的细胞死，就是好像讲个通俗话，就是化疗就是用毒药把细胞杀死，啊，那所以呢，以往的化疗就是好坏好像不太分，啊，你好细胞也坏细胞它就要把你杀掉，啊，那所以呢，你的副作用就很多很多。那这个不是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呢，你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以前，它还算是好的办法，啊，那标靶治疗的概念就是希望，刚刚讲过好坏不分，标靶治疗的概念就是希望呢，我的药只对癌细胞起作用，我的药只对癌细胞有作用，但是呢，对正常细胞没有毒害的作用，啊，这个理想是很好。那目前标靶治疗非常非常多，有上百种上千种以上。那最最成功的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就是第一个就是慢性髓球菌白血病是最好的。那当然其他大肠癌、肺癌、肾脏癌都有一些标靶治疗，但是对其他的癌症的标靶治疗可以延缓，但是不一定会把疾病完全控制住。但是呢，这个标靶治疗大家知道非常昂贵。再来我谈谈淋巴恶性淋巴瘤，啊，恶性淋巴瘤就是淋巴组织、淋巴系统所产生的癌症，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任何的细胞都会有癌化，啊，皮肤都会有癌化，大概我想只有头发跟指甲大概没有癌症，啊，其他都会有，啊，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三个系统，一个是动脉系统，一个是静脉系统，还有一个淋巴系统，哦，淋巴系统有淋巴管，哦，遍布全身，它里面有淋巴液，那它从组织到某个部位有它一个淋巴站，我们叫淋巴结，有个站一样，哦，比如头部都是到颈部，哦，上肢都是到腋窝，哦，下肢都是到股膝部，哦，这些都是它的淋巴结，啊，这些淋巴结会有时候会有癌化，那它的症状大部分就是淋巴结就会肿大，因为它里面有癌细胞嘛，哈，癌细胞唯一的特征就是说它一直在长，好，那我顺便提一下，就是说癌细胞跟正常细胞的差异在哪里？啊，正常细胞就是它分裂到一个事情，它就停止了，哦，有一个机制在控制它。讲个点呢，你比如说你手指分裂到某个地位它就停了，好，身体长到某个地位它就停了，有一个机制在控制它正常的细胞的分裂。但是癌细胞的分裂它也叫亚光，就是反正它就不断的分裂，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展，好，所以你看肿瘤会慢慢变大，哦，淋巴癌就是说它淋巴腺有癌症以后它淋巴结就会慢慢大，
好，你没有打。那其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啊、盗汗，还有体重减轻。那要做诊断，就是一定要把淋巴结切下来做化验才能诊断。那治疗还是化疗哦，还有放疗。化疗就是全身性，放疗就是局部性。那因为要分四期，那哪一期哦，有不同的治疗办法。那大家可能自己或者是家属就会有淋巴结肿大的一个问题出来。那淋巴结肿大就不一定是癌症，但是你要去分析，你要去检查这个淋巴结肿大是良性还是恶性。那病因里面刚刚讲过，癌症是其中一个，传染病也会，还有一些免疫性疾病也会让你淋巴结肿大。那但临床上就是要靠一些经验，还有靠一些蛛丝马脚来判在臆测，因为医生也不敢说是这个淋巴结一定是良性或者是恶性，他也没有办法，就铁口直断没有办法，只有切片可以。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迹象可以来判断他是不是偏向良性或者是偏向恶性。那通常良性的淋巴结肿大会比较小，比较软，然后良性的会痛，比较会痛。那更重要就是说，你的淋巴结是继续长大呢，还是维持现状，还是消掉？这个都是要用各种的因素来判定。那小孩子通常大部分是良性，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只能比较的话，老人家比较会偏向恶性，小孩子会比较良性。所以当时要整个看，整个来判断。再来我就要提一个蚕豆症，蚕豆症大家可能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蚕豆症是一种也是遗传疾病，就是红血球膜，它的表面膜里面有一些东西缺不够，所以就是比例不够，所以它红血球比较容易破。蚕豆症就是其实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比较容易破。那为什么说蚕豆症？就是你吃了蚕豆，它的红血球就会破，所以红血球破就是变成溶血，那你的血红素就会掉，所以就是造成贫血。那当然还有其他的药物会影响到它的破裂，比如说疟疾的药，还有止痛的药、解热的药，还有一些磺胺药物，还有止药水等等。那跟大家比较有关系就是樟脑丸，他们以前发现，以前我们衣服里面都放樟脑丸。那蚕豆症的小孩子如果碰到樟脑丸，他也会让红血球破坏，就溶血。那知道了以后就诊断，诊断就简单，就怎么样躲开这些会让他这个红血球破坏的因素就好。因为我们讲血液健康，所以我就提一下血液会传染的疾病，因为血液传染的疾病包括哪些？那最常听到的就是 B 肝、C 肝，就是肝炎病毒，这个会从血液传染 ，B 肝、C 肝。那第二个是梅毒，第三个是艾滋病，第四个疟疾，疟疾比较少见，因为现在台湾已经是没有疟疾了。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常常讲是地球是一个国际村因为旅游人来来去去很多到处去旅游，所以偶尔可能会碰到疟疾，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疟疾都是进口的还有一种成人 T 细胞白血病，
它也是一种病毒，结果在日本的南部有一个地方比较多一点，台湾有，但是这些都会因为血液来传染。那怎么预防呢？预防就是不要碰血，不好的血就不要碰到你身上。那哪一些会让你让别人的血会碰到跑到自己身上？就如果说你纹身，你刺青，刺青如果你那个针头弄在一个乙肝病人的血去刺刺了，再刺到你身上也会。穿孔、穿耳洞啊，穿什么洞也好，就是看你那个气血。如果带病眼，就会传染给你。针灸也可能啊，所以要针灸，最好自己准备自己一套针就好。再来是不安全的性行为，那当然我们提到艾滋病啊，所以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想要避免经血液传染，这些事情就看看能不能避免就避免。当然还有一个是用毒了，毒品也是会产生。那毒品会产生传染艾滋病的原因，主要是共用针头。只要你不共用针头，这个机会就减少。那有些国家他为了预防艾滋病，甚至提供免费的针头给攻毒者，尤其荷兰，我很早以前他就提供你免费的针头，你毒品打毒品的时候就用免费针头，当然就是消极了，但是还是一个预防的方法之一。上面这个就是艾滋病啊，那就是针头，公用针头。后半段就要讲，不是我太专长的一些内容，因为我是不是够比在座的任何人有那么资格来谈这个？我实在有一点存疑啊，因为人家会问你快乐吗？你健康吗？啊，我实在不敢担保，我是比大家快乐而且健康。那一个基本问题。因为我想了半天，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快乐？那大家各位想，很简单嘛，我做这个有什么好质疑，它就有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把它定义下来，健康是什么？你把它很明确说什么是健康，什么是快乐，那实在是。不是那么容易啊，主观是很简单的啊，客观是比较难。所以我今天啊，还是要特别声明，后半段呢，我所讲的，只能说是我个人啊，经年累月一些经验呢，还有一些心得，还有读书啊，还有什么啊，累积下来的，在我认为应该还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可以要等大家来讨论。所以下面就是有健康就有快乐，大概大家同意吧，有健康就有快乐，但是没有健康也可以快乐，对吧？大家也同意，是真的。因为这几句话我也想了半天应该怎么写。第三个，有快乐就有健康。不一定 ，OK， 我同意啊。但是呢，后面一句大概也没有问题了。如果没有快乐，肯定不会有健康，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说这个值得大家讨论了。我所以特别声明，就后面一半段，那说我不算是很专家了，所以这提出来当大家有讨论的空间。健康的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要素了，你要健康，三个要素是逃不掉了。第一个是遗传的，常常开玩笑，我们
唯一不能选择的是什么？我们父母亲，父母亲你也没法选，剩下啊，那你的基因就是从父母亲来的啊，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啊，就是从父母亲来，所以就基因，是好是坏，当然，并不是完全要依照基因那么来支配了，但是呢，我们有些作为是可以减少基因所造成的一些损害，啊，那打个比最明显的比例，我们知道，哦，美国一个明星 Angelina Jolie 啊，她带有癌致癌的基因，她还没有生病哦，她就把两个乳房切掉，把卵巢切掉。他的论点是说，因为他妈妈、他姐姐都得乳癌，我有带几个基因，我趁早把它拿掉。当然，这个事很还是有值得争议了哦，里面争议很大了哦。那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基因，比如说父母亲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那我们也可能会有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怎么样减少你的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造成的一些困扰，但有些事是大概是逃不了啊，所以基因。第二个就是环境啊，环境，环境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不能自己做主了，环境好不好？但是我是认为，那在座美国人包括我，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做一点事情，减少这个环境的污染，因为环境污染很多，比如说你塑胶袋啊，还有这个汽车排放的这种一些乌漆嘛黑的事情啊，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那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些事情，减少污染，比如说，我可以开车，我可以开坐汽车，我可以开车，我认为开车很炫啊，但是我也可以坐大众运输系统啊，比如说塑胶袋很烂很泛滥，那我可以少用一点塑胶袋，因为环境污染，塑胶袋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海洋里面很多塑胶袋，那很多鱼啊生物就影响到，那我们能不能减少塑胶袋其中一支，那还有很多了，比如省电，那我们叫核能，这个发电很好很便宜，但是核能会造成某些灾害，但是你又不能没有核能，但是我们除了靠政府之外，那个人要稍微尽一点自己的责任，那比如说我省一点电啊，我随手关灯啊，诸如此类啊。所以环境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我们可以做有一些作为，减少它的冲击。那第三就是自己了，看自己了啊，因为你要怎么活怎么弄，就是要看自己啊。我提早讲啊，就是那遗传呢，当然。我上面没有提，就是说未来展望，希望能够基因治疗了。那当然这个题目太大了，基因治疗就是讲个简单，你基因不好，我把基因换掉啊。当然人体里面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像汽车一样，零件不好我就给你换一个零件，很难很难。目前有起步，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基因治疗。自己一个人我自己。我怎么样生活的比较健康一点，那我只能讲原则性了，那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我还是提三点。第一点，你要健康了，要有均衡的饮食。所谓均衡的饮食，就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要从食物里面得到很多营养，什么营养都要，你要淀粉质，你要脂肪，你要蛋白质，你要矿物质，你要维生素，都是从食物里面得来的。以前穷的时候，那当然你有的吃就很好，现在比较
食物没有那么匮乏的时候，你就要挑食物，啊，就是哪一些食物对我健康比较有用，我就吃；比较有害的，我们就不吃。啊，当然，均衡是就是意思说，所有的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都要摄取，但是用比较均衡，不要偏啊。因为你比如说肥肉吃多了，你就脂肪会多啊，诸如此类，均衡也是。那下面是一个是是国家的一个宣传的，所以秀出来给大家。那原则上就是食物里面要吃深颜色的食物啊，比如说很深颜色、很亮，虽然粒粒红红黄黄，那个是对身体比较有好一点啊。那比如说油炸的少吃啊，还有其他的啊，还有一些有所谓带很多添加物的食品，要尽量少，要吃比较自然的食品啊。因为添加物，良心好的厂商就给你比较良心好，他就比较不会；良心坏的厂商，他就给你乱加东西，为了达到他商业上的目的，他如果做很多其他伤天害理的事情，那就是大家就会受害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就等点到这里啊。我列举哈，刚刚深色的食物，什么薏仁大豆啊，大家就参考一下。好，运动是当然是很重要哈。那到底大家会？有个疑问，我自己也有一个疑问，到底怎么样运动才对健康有实质上的帮助啊？那我是基本上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活嘛，就要动啊，有动比不动好啊。那动里面呢，你希望就是说，有的很多理论，有的说333，有的不管怎么样哈，有的说你。运动到有一点累，有点喘，有点出汗，哦，才达到目的哈。那333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大概要三次，每次要30分钟，那让希望你的心跳130，但是，啊，是不是？那简单讲就是说你要走路要走快一点，比，哦，当然没有动，散步也没有动好。那你要散步。快步比不快步好，那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了。那我特别提到第一个要暖身，我们刚才不是市长差点摔一个跟头，我猜猜不是姿势不对就是暖身不够，所以暖身很重要。因为像我们如果大家有车子的话，冬天的时候你要 warm up 嘛，要把那个车子引擎要开，先让它暖身才能动。那第二个就是要经常性，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动了就动，不想动就不想动，啊，要持经常性，啊，要经常性。刚刚讲过，为什么要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常性，今年的也不是说天气热天气冷就不动啊，要经常性。第三个要渐进性。那很抱歉，我在各位都是我看比较年纪。不好意思，比较长一点啊，还是有年轻人啊，就是说你还是要渐进性，你要量力而为，因为每一个人他对身体对运动的承受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先量力而为，再慢慢渐进啊。第三方面就身心健康，这个就是比较，我敢说不是我的专长，但是我一些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很广很广，可以讨论的一定很多很多哈。那修身养性呢，大家都在修身养性，我想哈，平常心哈。那所谓平常心，就是大家都知道，平常心就是好像我去竞选，或者我去上课，我去读书，你要尽你自己的能力去做。但是你不能一定要求第一啊。那
我这样开玩笑，一个一班里面只有一个人第一，那你每个人要第一，那不是很麻烦。但是你如果说我也不念书，我也想考第一，那就不对啊，平常心。第三要惜福了啊。第四个不要人比人啊，人比人一定气死人了啊。比如说开毕业夜开同学会，哎呦。那个同学，你看那个同学怎么样？他有多少几千万？怎么开什么车？这是不要人比人啊，会气死人啊。那邻居也是一样，还是同事之间啊，不要人比人。那再来就是进取在我了啊。自己，我的能力在哪里？我能够做到哪里？我做了多少？我愿意做到自己的份。现在讲到快乐哈，还是不是那么，我就提一提了哈，提一提看看大家可以借鉴，而且可以讨论，而且可以当做一个参考。要快乐就是要找到一些转移喜舒缓压力的方法，我这个是从心理师那边要来的哈，因为我认为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有些资料还是要请专家先提供一些资料。真正的快乐不在往外求，而是自身产生。那一些既定核心的方向，我是偷抄一个美国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的报告，再抄来跟大家研讨研讨。第一个心存感激啊，跟刚刚提的也有，就是说要感恩来做之类啊。第二是时时心善啊，那时时心善，像我们基金会啊，我们教授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啊。那我今天来讲，有一点点也是做这个事情啊，但是不知道做得好不好。第三就是要有乐趣啊，要培养一些兴趣。你不管你做什么，无论要下围棋、打网球，或者是看电影、听音乐、画画，就是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就是说，你能够从在你的兴趣当中求得一些成就感也好，就是说快乐啊，就是要有一些乐趣啊，不然。人生，你可能每天起来到又要吃饭睡觉，如果没有乐趣，真是一点乐趣没有。第四，感戴粮食，就是我们是周遭里面一定有很多粮食粮友，那我们要感激他们。第五，学习宽恕，那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因为一些事情来了以后，对你的所造成的冲击有多大，那越大你要越宽恕就比较难啊。当然我们要发挥一下这个宗教的思想，看看那个还是要学习的啊，宽恕是很难的，但是尽量要学习，因为宽恕本身会减少这个冲击对你健康的伤害啊。你天天一直仇恨，一直你的肯定会对你的健康有损害，爱家爱友就是这样。那这个是家庭还有社交，照顾身体，就刚刚提的都是要照顾身体，看这个又比较难，逆境怎么支持，人生就是说会起起落落，不一定是顺境，有时候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碰到失败，碰到逆境的时候，或者是你得了什么病，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冲击之后，你怎么样来支持，你怎么样来让这个冲击减到最低啊。那因为很多病人常常有些得了癌症，他就会，当然癌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你得了癌症，你要每天比较快乐的去面对它呢，还是要每天愁眉苦脸去面对它？这个是还是有一点分野，就不算结论，算结语了。那
我提几个例子哈。那胸腔科医生他在看病的时候，病人说我咳嗽，我这个痰很多，气喘，他一定问他、啊、你有没有抽烟啊？啊，要戒烟，哦。那这个病人眼睛很亮啊，他看到这个医生的桌子上有一个烟灰缸，意思说你医生也在抽啊，怎么叫我不抽？医生又转得快一点，哦，这个烟灰缸是提供病人抽烟的，我叫他把烟戒，哦。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肠胃科医生啊。那病人身体不舒服，然后胃口不好，他来看病，哦，一检查，哦，肝机能不好了。医生一定会问有没有喝酒啊，是吧？啊，那不要喝酒。但是如果在夜店的时候你碰到几个医生，可能他喝的酒比你还多。第三个例子就是说，心脏科医生，哦，病人来了，哎呀，我心脏不好，我的心肌缺氧，我做出来我的心电图不正常，啊，医生就问你有没有运动，但是如果病人问医生，医生你有没有运动，医生可能不一定有运动，啊，他当然很多理由，你说我很忙啊，我哪里有时间运动啊，诸如此类啊。所以呢，就是一个知难行易，知道很难行，很容易。这边还是有讨论余地哦，这几乎很难啊。第二个是知易行难，知道很容易行难，知难行易，病人说：“哎，早知道我就不抽烟了，早知道我就不喝酒了，是不是？”那我是认为应该知行合一的啊，你知道跟行的要合一，最后呢还是要身体力行。身体力行，我不知道时间多少。哇，应该我可以讲的对，就是那么多啊，将才狼尽啊，江郎才尽，所以你有什么可以再给各位很好的讲？很多很多刚刚讲过我所提的内容，很多值得大家讨论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追加，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不同的观点要纠正，或者要经验共享都可以。谢谢大家。啊，因为这今天这个时间比较，发问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啊。原则上我们是两个小时嘛啊。刚才李院长讲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那没关系，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行程，就是从左边中间到右边。那我自己先来提一个问题啊。我们公益讲座办了18年，我们自己有一位顾问啊，能够得到了这个帕金森症。就上次的主讲人提到那个叫益生菌啊，对这个有帮助。我很少跑药房，我就到了好我附近的药房，走了10家药房，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样的益生菌，他告诉我很多牌子什么啊，就我会碰到其中有一家药房啊，他一直鼓励这个，他也跟他买药，买了大概6-7千块钱。我在旁边看以后啊，我感触很深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个医院看病，他告诉了3间总医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买这个健康食品啊，你一定去问到你的主治医师，因为我们现在，我刚刚前面跟大家报告，我在联合晚报看到，
看病一次12000-2000块钱，这种医生我绝对不会邀请的。我不要助纣为虐，我对不起，我就公开批评了。我们希望医生要有人心人术嘛，你要以大众的病患的利益为准嘛，不是你把你的药费、治疗的费用提得很高，当然是有那个市场。他有8位，有2位我过去已经邀请过了。那我就对这个益生菌了，我就顺便，也就是说，我就当场我就告诉这个旁边这个跟他买药的人，我说你要吃这个健康食品啊，你一定要去问你的主治医师，不是说他告诉你啊，你就马上买了。哎，他天天有道理啊。他回去我说你去问你的主治医师，我看了实在很过，我幸亏。我给大家报告，这17年来啊，我没有邀请过药剂师来演讲。我说这个真的没有道德良心的，你怎么可以要求他买个药买了6000-7000块钱？人家他正要刷卡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刷。我说你要去问你的主治医师，这个药对你有没有帮助？好，我要问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血液跟帕金森症有没有关系。那我就说，为什么我要跟李院长请教？因为我在想，可能帕金森症跟血液可能也有关系嘛，所以我可能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想。我们请的都是德高望重的各大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他既然提到说是益生菌对帕金森症有帮助，我就第一个我来问了。好，益生菌真的对我们帕金森症有帮助吗？我就第一个跟李院长请教。首先我先声明啊，我不是脑科专家，但是据我的了解，帕金森症它主要的病因就是说神经的传导，神经不可能从脑子出来，就是从头到尾一根像电线一样从长面到下来，它有一段一段，它中间有一个传导，它传导就是传导信息，好像指令，好像通电一样。上面比如说脑子想要做什么，要讲话，要什么，要动几个，要动，它是从脑子发，就是命令下来，经过神经的传导，传到比如说声带，传到我要身体某些部位，它的基本的病因就是说，你这个传导过程中已经受到阻碍。就是说你上面叫你下面动，但是那个命令传不到下面去，所以你前下面呢就不能让你想象那么要叫你动赶快动，不行。他就是所以帕金森就是说你开始要动，叫你动的时候你会比较慢，但是动了以后又动了动了又有一点刹不住的那种一个意思，基本的概念是这样。那所以益生菌理论上是跟这个是应该关系不太大，我感觉到。好，非常好。那为什么为了这个事情，我问了一个大医院的副院长，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你可以问这位主讲人嘛，好，哪个牌子最好？他说我也想要吃啊，如果真的效果这么好，我也想要吃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感触，尤其这一次的，我听这个演讲以后，感触非常深的。以他的德高望重啊，我想讲他大概还是有一些理论的根据啊，不然的话也不会这样讲。但是益生菌的品牌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就第一个我就来提出第一个问题。那好，那我们先从左边
中间一直到右边，先从左边开始。好，来，给他麦克风，来，你再告诉我。OK， 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一个好朋友，以前是亚洲大学的副教授，我是亚洲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呢，一个太太得到白血症 ，blood cancer， 但是呢找不到那个骨髓移植，找不到，没有办法，都配不起来，只好找谁呢？找自己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我这个朋友跟他两个儿子，通通是 B 血型的，他老婆是 O 血型的，结果用自己的儿子。一输血以后呢，骨髓不行啊，但是找不到人，就用自己的儿子。结果他的太太从 O 血型变成 B 血型，听懂吗 ？OK，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嘛。结果呢，搞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哦，去世了。他的那个白血病呢，跟郭台铭的弟弟完全同一列，通通是台大团队做的。啊，我自己还有一个朋友，我在美国读数学博士的时候，交大有个女学生哦，去那里同一个大学读数学博士，其实都好了，论文都好了，他的老师带他去旧金山去发表论文。回来的时候呢，累得要死了，赶快送去医院，白血病，那个是真正的你讲的急性白血病，马上死掉。我要去捐血的时候，我打给他的老师，我说，我要捐血，学校公布嘛，他说 ，she's gone， 他已经走了，他的哥哥从。别的大学哦，赶来哦，只有送葬。所以我知道很多这些白血病。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白血球会出问题，红血球不会出问题，血小板不会出问题？好 ，OK， 我分几点来讲哈。因为你其实白血球也会出问题，红血球也会出问题。血小板也会出问题，不是血小板出问题，而是血小板的母细胞也会出问题。因为骨髓里面是有个血小板的母细胞，它等于说生的出来的成熟的是血小板。那血小板不会癌症，但是它的母细胞还是会癌症。那红血球也会，所以我刚刚提过，就是所有骨髓里面的细胞，所有人体里面的任何细胞都会癌化。那第二点就是刚刚讲过，就是说捐赠，就是说因为骨髓捐赠是很难的，刚刚因为要配对，那理论上是越直系亲属，直系亲属他捐赠的机会越大，所以那么还有第三个血型是人的血型一生不会变的，只有在换骨髓以后。因为刚刚讲过，所谓 A 型、B 型、什么 AB 型，就是红血球上面的抗原，一个炎，一个抗原来分类的。骨髓移植就是说，它本来 B 型，它是骨髓是 B 型产生的 B 型的红血球。我现在换成 O 型，等于工厂全部换掉，好像你工厂换掉，你的产品就完全不一样，就是唯一一个血型会改变的一个，其他的机会很少很少。你那么多神秘的疾病哦，那红血球如果出问题，叫做什么病？OK， 叫做。erythroleukemia， 但是就是说，反正红血红是白血病，不，一样的、啊。对，但是我刚刚讲过，红血球本身不会产生癌症，但是红血球的母细胞会产生癌症。
哦，血小板不会产生，但是血小板的母细胞还是会产生癌症，但是呢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就没有听过，还比较少了，白血球的癌症白血病比较多，红血球那些比较少，不是不行，不是不能，还是有例子很少。好，马上换到中间，来中间。来，请问一下李医生，这个我知道环境啊，对这个环境啊，对这个健康非常有关系。假定用家中的装潢啊，那木主的这个装潢啊，有装潢啊，木主啊，有含有这个甲醛的材料，是不是这个对身体这个甲醛啊，对身体是不太好？那么甲是，这个用什么方法可以晓得？这个血液中有没有甲醛，是不是可以透过一种检查了解这个，比如我家里装潢有没有这个有含有甲醛这种的，让身体感染了甲醛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有没有办法检查，假如有的话如何治疗？谢谢。可能我的答案大概你不太满意，但是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甲醛对身体的伤害，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挥发性的，它在你要吸进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吸进来的浓度多少对身体的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那如果不是很多的话，就是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比如说整修的时候你就离那个，时间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身体里面虽然吸进来的甲醛，它会代谢的，不，检查当然是可以检查，但是你时间要因为我刚刚讲过身体有个代谢作用，身体里面虽然有很多毒素进来了以后身体会代谢，如果少，或者是你身体可以代谢，把它清除掉，就新陈代谢掉，就排掉就没有事，所以时间也有问题。有没有办法用这个治疗吃药？还是预防吧，还是预防，预防就是。那抽血检查可以不可以了解有没有受到感染？甲醛当然可以啊，你身体里面现在。甚至你有吸毒，你吸毒很久了，你以为你可以逃掉，逃不掉的，身体里面还是有遗迹，可以检查，可以检查，透过抽血可以检查，可以，没问题，可能要精细一点哦，一般的检验室可能就没有特别，就是要有精细一点的检验室才检，对。非常好。我们本来的演讲里面我们有一个过程，就是里面是两个小时，外面是半个小时，所以四人台大医院的院长在门口让别人问了四位都是这样子问了半个小时，所以今天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各位尽情的来发问，不要到后面了，到门口了，我从去年一月开始我们就不让别人在门口问了，就是所有的问就在里面问了，好不好？那继续，我们知道中间有三位。院长好，我想请问你的是哈，如果检查出来是肿瘤是良性，是唾液腺肿瘤，但是如果选择手术，就有可能会伤到颜面神经，失败的话可能会眼歪口斜，然后流口水。那如果选择不做手术的话，以你个人的看法来看，这个有没有什么后患啊？会不会有可能说良性也会变恶性？然后另外呢，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一些反式脂肪啊、奶精、棕榈油，你常常去吃就会导致什么血管栓塞、中风。那你可不可以做比较详尽的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每当偶尔想要去吃那种加工品，就赶快忍住，不要想着吃，就每天正常三餐就吃，其他东西都不要去吃。多丽玛，赶紧谢谢你。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问题，腮腺肿瘤良性。当然就是要看，虽然它良性，所谓良性就是说你的细胞切片出来，细胞看出来
你那个肿瘤里面的细胞跟正常细胞是一样的，那恶性细胞就不一样了。恶性细胞里面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病理切片？哦，这个病理科医生就会看，就像当然好人坏人很难分了，但是在细胞好细胞坏细胞，病理专家他一看就知道。所以良性就是说你的细胞都是跟正常的细胞一模一样，那会不会癌化那就是很难，就可能少数会癌化不知道啊。这个变大有可能变大，会良性并不是哦、啊，那它会变大的，它也还在长啊，哦、啊，细胞正常而已啊，它还在长。对对，比如说哦、啊，我们脑袋瓜里面哦、啊，我们脑子里面有一个脑壳在那边，所以里面很挤很挤的。如果你在脑子里面长个良性的肿瘤，它如果一直长大还是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哦、因为里面很挤嘛，你它一大了一定会 把好的地方挤掉嘛，那还是有问题、哦、所以看部位，然后看几个良性肿瘤对你的影响多大，再决定后面怎么来去处理。白性脂肪癌，经看那个中瘤有血管栓塞中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到明白，有知道会这样，那知道。有问题有点难了，但是我只能讲原则性哈，就是说，第一个你就少吃啊，第二个不知道就不要吃哦，因为椰子油还是一个你是。其实中庸了哈，你吃椰子油并不见得就有问题啊，而是你吃了过量或者什么才会制造成问题出来。哦，第二个问题还要看看你的血管是不是很健全啊。哦，那我打个比喻，我们的血管就好像那个钢管一样，里面是很滑的，好像高速公路很通啊，不是塞车的时候，所以你来来去去血液很通畅，呼呼来来去去。但是你如果你的血管壁本身出问题，哦，比如说高血压，哦，你的壁里面可能内膜会有点伤害了，哦，你血压高，哦，血压高大家很难想象，怎么血压高对人体会怎么样，就好像一个轮胎一样，哦，轮胎你气里面如果打的，哦，血管也是有弹性，跟轮胎一样有弹性。但是如果你每一次轮胎你把它打的气很胀很胀，久了以后。它就会疲乏，哦，疲乏了以后，你的弹性就没有那么好。这个比喻是可以，但是不是完全，但是大家容易懂了，不是完全一样嘛，哦，就是那种样子，哦，血管是有弹性的，哦，你血管就是天天给它压力很大，那久了以后，它可能就是会伤害到内血管的内膜，哦，血管内膜就会粗糙，哦，粗糙了以后。血小板又会附上去，你的脂肪会附上去，还有里面身体为了要排除这些脂肪排泄这些异物，又会有一些清道夫出来，哦，清道夫本来它的用意是好的，但是你清道夫如果结果反应多了以后也是会造成血管壁，哦，所以你的有些不好的因子就慢慢加上来，哦，所以我们讲心血管疾病有危险因子，你危险因子越多你就越有，比如说肥胖不肥胖，有没有抽烟，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还有什么少有些不知道，比如说你的压力大不大，诸如此类，会如果危险因子越多你得心血管疾病越多。那回到的就是说能不吃就不吃，有些正常的饮食脂肪啊少量应该不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好，那下面一位，请教院长哈，我有两个朋友，他住院后，他经过要输血，结果他说他出院后怎么发现感染了 C 型肝炎？我想请问一下，这个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这个血液在医院的检查里面，他是不是有空窗期，还是说医院这个检查不确实，然后让？反而不是这个疾病的人去住院，反而感染的这种疾病。然后第一个问题哦，另外一个是糖尿病患者哈，他
的神经病，他因为会产生神经上的病变，可是他这个神经病变跟帕金森的神经病变有什么不同吗？因为那个医生后来把他诊断，一直用帕金森的药给他吃，可是后来最后到 末期才发现说他根本不是帕金森，他是糖尿病的神经病变。谢谢。很抱歉，这个都是不管是谁诊断了，诊断是不太对了、啊、第一点讲哦，输血，那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很好了、啊、以前都是血牛哦，嘿嘿，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以前要去找输血要找血牛哦，那个品质就很难很难管。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中华民国捐血学会出来以后，那所有的输血已经上轨道，不必花钱。只是花一点检验费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输血以前，这个就是比较对温度啊，对什么的感的敏感度会减少啊。有些时候好像很烫的东西，那个糖尿病那它不烫，那其实就把皮肤烫坏了啊。它对于这种敏感冷热的敏感度，它当然也会。会比较一些麻木之类的，就会神经会有这些病变比较多，而且是下肢比较多。哦，帕金森疾病是你走动的时候，你一动的时候，那两回事，两回事啊、哦。理论上是还是要做检查了，还是要做鉴别诊断啊、哦。所以其实医生难就难就在你怎么样鉴别诊断，你怎么样判定这个。病人是什么病？哦，因为他们是开玩笑，哎，以后电脑可以看病，可以当医生。那我想，那还是很远的啊，因为你还是要。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开玩笑，医生好像是那个 CIS 啊，判这个犯罪检察员一样。你就是一个案子发生了，你就要想，哎，这个案子好像几个症状。会有哪一些疾病会有这种迹象，你然后再用客观用科学的方法再来一个一个排除，而且一个一个证明证实它是什么。理论上你那个糖尿病引起的应该很久了，糖尿病很久久了以后才会有神经病变，所以他可能糖尿病验个血就知道应该。我请问一下，因为他早期症状是骑脚踏车容易摔倒，一般人来骑他不会摔倒，可是他为什么常常摔倒？所以就以为他是帕金森。他骑脚踏车摔倒，那你怎么认定说他是糖尿病或是帕金森？做检查，所以好，很刚刚讲过，你不平衡不好，也可能小脑的问题，也很多可能性，那你就要依照这个可能性来一个一个排除。比如说你是糖尿病，验个血就验个糖化血红素。马上出来了哈。那帕金森当然，他其实如果物理检查，你一看个肌力啊，他就有办法了。就是说，意思说，看他的医生就要先鉴定、鉴别、诊断，看他几种情况，跌倒是因为小脑，是因为什么问题出来。好，那请教院长，你刚刚。讲的骨髓增生症是白血病的一种，那请问呢，是急性还是慢性？那如果说它是白血症的一种，那有什么方法？还是说它已经降到一般的正常值在40万以下？那它的活存率有多久？谢谢。不是，如果有讲数据，是应该是那个血小板增生症的，不是骨髓增生症。骨髓增生症另外一种、哦、骨髓增生症如果会变血癌，大部分是急性血癌、哦、急性血癌。那如果血小板40万一定是血小板的数目，这个叫血小板增生症，那又是另外一种病。那只要用药控制就可以。那我给他在座朋友建议啊，你到药房去买健康食品的时候，我现在对这个很注意啊，我也每次要呼吁啊，你一定要有卫福部给你的核准的文号，不然你绝对不要买。啊，你绝对不能买，就是你到药房买这种所谓健康食品的时候，请各位记得，你一定要卫福部给你的核准文号，不然你千万不要买。因为我自己参加过很多的发表
哎，他说洪博士你一定要来参加，提高他的声望。但是呢，你有个何志文号，哎，他说你对治疗你哪些有帮助，哎，这不行的，你一定要何志文号，好吧？那我只是一个建议而已。那右边，来，请讲。请教李院长，那个就是健康检查，那个好的胆固醇逐年下降，比如说从50几到40几到30几，剩下20几，这个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治疗？那找哪一科治疗？胆固醇上有好有坏，但是大家不要讲胆固醇，就好像认为胆固醇是一个很坏的东西啊。胆固醇是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身体里面还是很重要的，你的神经传导，你的甚至你的很多细胞细胞膜，还有什么精子卵子哈，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胆固醇的，那胆固醇有一部分还是自己身体里面会制造的，那有些是吃进来，所以这些顺便跟大家讲一讲。胆固醇分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那所谓好胆固醇就是说它对你的心血管没有坏处，所以坏胆固醇就是说它对你的心血管有坏处，简单的讲，其实提到里面分子的结构我们不细谈。那好的胆固醇要升起来比较难一点，通常是运动，因为吃药你要让好的胆固醇上来，比较没有很特别的药来升好的胆固醇，但是有药可以降不好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要升，一般讲靠运动，当然你不能因为一个数据就怎么样，然后你要看其他的，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的胆固醇多少，中坏的胆固醇多少，很多因素一起来考量。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来这边还有两位。院长，请那个乙肝如何预防传染？我刚刚提过，就是我们台湾是一个 B 肝，认为是一个在国际上是蛮，就是说我们成功的患例是大概全世界都拿来当做一个范本的哈。B 肝的传染就是血液传染了，第二个就是垂直传染了。所谓垂直传染，是妈妈有 B 肝，她在生产过程她不是直接用血，她是。生产过程中小孩子可能是吃到吞噬那个血液还是怎么样会传染，所以叫垂直感染，其他的就是跟注射跟血液有关，最早我们的理论就是认为为什么会有15%-20%之间的代言，如果年纪大一点知道，以前我们打针就是打了以后不是都是用热水煮一煮，就打第二个，煮一煮再打第三个，这个中间就可能会另外就比如说你刷牙当然现在有一人一套的了洗牙比如说你的器械前面给一个有一个乙肝的代言者弄再弄你就这个是什么而且是刚刚讲过你穿耳洞你的那个针头干不干净你去刺青。你去针灸针灸也一根东西打那要避免就是刚刚讲过输血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是认为到目前应该不是问题输血大概传染乙肝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你如果不碰这些人家用过的东西刷牙当然不可能刷牙共用很少共用一个牙刷了啦那其他就是反正有问题能够你避开就应该就不会得乙肝另外一个如果你是高危险期你就打乙肝的疫苗
所谓高危险，就是说你常常会碰到这些东西，你感染的机会越大，你越要打疫苗。那有些我根本没有碰，我什么都碰不到，他根本没有机会，那你要打也可以，不打也可以，那就看看个人，看个人。那特别提醒了，B 肝 C 肝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以前 肝癌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问题了。那常常很开玩笑，我们台湾的住院医师啊，看到的肝癌的次数可能比美国的那个主治医师主任还多，医师说很多。那肝癌里面呢，以往大部分都是 B 肝，所以 B 肝等于肝癌是一个等号，因为你的代言者多，你的肝癌就多。那现在 B 肝希望它减少，你的肝癌就少。但是最近慢慢呢，就是说 C 肝又 C 肝引起肝癌的机会比 B 肝比例又多起来，多起来。那我想，因为我们公益健康公益奖都办了18年，是第一位主讲人特别提到健康快乐这个部分啊。尤其我非常认同刚才院长提到的一些待人处事节目上的一些心得，我觉得对大家反而有更有正面的帮助，好吧？我想这个顺便也提醒大家一下。那右边还有，来给大家。院长你好，那个我有一个亲人啊，在2012年的时候，8月的时候啊，他有做那个抽血检查，还有腹部超音波，抽血检查出来的时候，发炎指数都是正常的，也就是癌症的指数都正常的，还有超音波也都正常，但是在2013年1月检查出来是淋巴癌第4期，短短的4个月，他就从零期到了第4期，然后他有接受了，8次的化疗，他是杯核结晶是 B 细胞弥漫性淋巴癌，那个医生是说他已经是痊愈了。我想问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在这4个月里面就从零期到第4期？那我们在一般人的话，如果说我们自己要本身要知道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就是变化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这么短，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办法能够知道自己身体产生了什么变化。好，谢谢。我的答复就分很多层次了。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健康检查，我是不太赞成这个名字了哈。充其量你只能说疾病筛检，因为你健康检查的内容，像你去吃 A 餐、B 餐、C 餐套餐，A 餐检查的项目，你一般的所谓的健康检查，我认为是疾病筛检，它能够筛检什么？你有没有高血压？你有没有糖尿病？你有没有肾衰竭？哎，有没有胆固醇高？这个大概可以，但是其他你就没有办法。所以健康检查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不要以为说我做了健康检查我就很健康，那很严哈。那第二个就是癌症指数啊，我在这边呼吁了哈，癌症指数是一个很 tricky， 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第一个，很多癌症的病人他癌症指数不高啊，可能到你乳癌、你胃癌，你的癌症指数可能70-80%都不高的。那他有癌症啊，他指数不高。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指数高一点，他不见得有癌症啊。所以呢，这个癌症指数是一个，我是至少我不建议病人查癌症指数啊，因为那个有一点自找麻烦了。如果你高了哈，你要全身去找，可能找不到，
就是癌症哈。OK， 第三个就是淋巴癌没有什么癌症指数哈，没有哈。那所谓癌症指数比较有用的哈，第一个，胎儿蛋白了哈，它跟肝癌的 correlation 是很好的哈，所以胎儿蛋白跟肝癌是哈，你肝癌高有肝癌，这个胎儿蛋白一定高了哈，这个是可以用的哈。还有一个是射护腺 PSA 啊，射护腺癌它那个也会高的，这个两个当然中间还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相关性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 PSA 就所谓射护腺特异抗炎慢慢升高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注意了。那我可以提的还有什么？有一种另外的比较少见的，我就不提。那原则上就是我们最好就是你想到是要排除什么，你去查相关的抗炎指数。你不能说我抗炎指数什么都正常，我没有癌症，那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淋巴癌有的时候细癌症它有叫做增殖期，我们叫做就是讲个简单的话，癌症它分裂比较快的。像我们正常细胞分裂没那么快，它很快的。那它在分裂，它有一个叫做 half T2 了，反正不管是，就是说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所需要的时间，每一种癌症不一样。因为你癌症一直长啊，它时间也比正常快啊。但是你会发现到从零期到第四期，一定是它是长得很快的，所以每一种癌症不一定一样，有的人比较长，有的癌细胞分裂的时间比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人需要的时间，有些癌症需要比较短，就像动物生小孩生着，有的很快就是，有的像大象可能要十几个月，诸如此类，那个比例了，所以就是它长得比较快，所以会可能四个月，可能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哈。那要早期发现是这个事也是很难的哈。就是说，你要自己想我有没有危险因子了哈，像有没有家族史啊，有没有什么有什么征兆啊？是也不能说我怕癌症，我天天做全身检查，那也是不是很实际哈。所以只能说注意自己的健康，然后隔一段时间以后你做一些检查，像一些叫做特异的检查，你想要检查哪一种做哪一种，其他我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好办法。右边还有没有？好，来。我听了很多次的这个健康的演讲，今天第一次听到心理的健康，所以觉得今天很值得，因为心理健康要影响到生理的健康。所以希望以后这个演讲能够多办几个心理健康的演讲。谢谢，惭愧惭愧。我是也是有请教过心理医师，所以不完全是我的功能，我回去跟我的心理医师谢谢他。所以希望能够介绍心理医师给红军会基金会来做办几个心理健康的演讲，鼓励一下我。我现在是，我算是抛砖引玉啊。民国12年出生的。哎呦，我自己感觉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比生理健康重要，因为很多医生都是在看心理健康的病，很少看心理健康的病。希望以后多多听到心理健康的演讲，谢谢。
院您提的非常好。那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我们办17年的健康讲座，18年了啊，大部分是偏重于身体，所谓的身体的健康，而没有办过所谓的心理健康。所以我刚才也建议啊，本来我想，那我们新生报记者也可以从这方面导入来写，因为台湾新生报我也在看啊，就是身体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那今天我们18年里面第一位，我们讲身体健康快乐生活里面有讲到心理的部分嘛。那我想我们将来也要请这方面的大师啊，因为我们基金会不轻易邀请任何我们认为他真是享誉国际的。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演讲啊，5大医学院的院长全部都是我们邀请，还得到很多国际声誉的人都是我们邀请的对象。那您刚刚这个建议非常好，或许我们将来在心理方面啊，国际级的大师啊，也可以作为我们邀请的啊对象之一了。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来请。谢谢，感谢和感恩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心里大家都有同感。谢谢基金会。我时间不多，我简单的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刚刚在投影片上面看到院长提到一个 T 细胞，那是杀手细胞啊。好，另这个问题延伸出来是想要请教院长，我们洪博士也提，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个正式的认证，我们才可以去相信它。在日本，这个是已经可以从血液中提出来培养癌细胞、杀手细胞打回身体，但是我们台湾目前听说法案还没通过，不晓得已经可以了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一起讲，没有问题。比较好。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心肌梗塞跟血栓，还有脑溢血中风，它突然发生的时间，抢救时间都非常短。可是我们很难判断，因为如果是脑溢血的话，不能轻易去动它；但如果是心肌梗塞的话，必须要赶快对它做一些急救的。那因为我的家人，因为心脏有点问题，所以我对这个急救的抢救我非常关心啊。希望院长能够尽量让我如何去分辨，像网络上传的说，赶快呀、拿针刺是，放血。或者赶快捏人中，甚至中医说赶快提心经。那先血糖就要必须懂得判断，它是心肌梗塞还是中风还是脑溢血。谢谢这两个问题，谢谢。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免疫疗法了，那我们那个癌症就是化疗、放疗，还有现在有一个免疫疗法哈，免疫疗法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细胞是叫做 T 细胞，它是毒杀，它是这么杀别的细胞的。那这个疗法在台湾，我们在中国，在中华民国还没有合法。那最主要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是有效的了，但是在用到人体里面，它的疗效，你说完全没有疗效，我也不敢讲，它一定有它一些，但是是不是一个变成主流，变成一个癌症主要治疗的方式，现在还有争议，如果能做一点作为辅助癌症治疗，那无可厚非了，但是那个。也蛮昂贵的，那你也不能说是整个注，就是好像打赌博一样，我注就压在这个上面，那是可能风险是蛮高的，这个我觉得。第二个就是说，脑子的所谓中风跟心所谓这个，两回事的，因为它表现出来不一样，脑中风它会，比如说它会半字不遂，或者是嘴巴歪，或者讲话不清楚，诸如此类，
那如果是心肌梗塞，通常它的症状是在心脏附近，当然它会所谓 refer pain， 就是说它虽然心肌梗塞在这边，它可能有时候牙齿痛啊，有时候肩膀痛，它有哦，完全两回事哦，完全两回事，就是说它表现临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至于那个切人生方解，那听听而已了，那不能认为哈，最好就送医了，哦，当然，所谓心肌梗塞、脑中风，还是刚刚讲过有危险因子，哦，心血管疾病，我刚刚提过，特别提过有危险因子，你如果危险因子越多，你得到的机会越多，哦，刚刚讲过哈，高血压、糖尿病、你的脂肪高，你有抽烟，你肥胖，还有压力，这些都是让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你的因子越多风险越大。那李院长你好，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你，第一个问题，何为那个脂肪症、脂肪病，哪一种人容易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一个亲人，他那个动不动就那个，大腿啊或者小腿任何一个地方会有淤青，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呢？要如何预防治疗？谢谢。脂肪刚刚讲过，就是皮下出血，你的小血管皮下小血管破掉了，啊，它血就渗出来，渗在你的皮下，你就是脂肪，啊，那刚我提就是说脂肪会有脂肪有三个原因，啊，你就要做检查，看是哪一种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三大原因，啊，第一个是血管，你的血管是不是很脆弱，会容易破？第二个就是你的血小板数目够不够，你的血小板的功能好不好？第三个，你的血液凝血因子健不健全？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最后来请。请教院长，我现在在吃阿司匹林，因为心脏什么心肌什么心脏肥大，又什么二尖瓣中了，吃了阿司匹林，然后呢，医生又说吃降血压的药，可是我血压都还蛮正常，都是100。最近血压一直往下降，我前几天才看了医生。那我现在很怀疑，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降到95、102，已经在120以下，我还需不需要吃降血压的药？我就这样，一天要吃两个呢。OK， 两个问题了哈，一个病人就是阿司匹林你要吃，因为他还是对心血管疾病有帮助的。我刚刚解释过，至于血压药，通常我们都是血压不是量一次就说我血压高啊什么的，哎，所以我们希望血压就是买个血压机，早晚量，然后登记记录下来，看你平常的血压是怎么样，再来决定要不要用药。用药的时候还是量，然后你看看你的药是不够了还是多了，再调。在调，可能调整是不能说把它停掉，理论上是认为，如果你血压高，还是经常吃药，不是就调药。刚刚讲的调药，你可能两颗吃一颗，就吃半颗，诸如此类。不，每一个人不一样哈，不能，所以你还是要量血压，早晚，然后再能看那个刻，看那个波浪度，再来决定。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伟大的台湾医师，他在美国非常有名，他是 Cleveland Clinic 那个伟大的美国医学中心当到病理学的主任，他也我的好朋友，他有帕金森，他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叫做周世明。Samuel Zhou， 你们上网哦。Samuel Zhou 非常了不起的，他是台湾的骄傲。他自己有 Parkinson。我的朋友去美国演讲，回来跟我说，他现在哦蛮痛苦的。但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他是专家，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对付 Parkinson。他就是无
断的画画，他不献祭台大福音科的，因为他真正献祭是画画音乐，所以他每天就画画，还在画画，还在讲音乐。This is the best way to do。刚才那位称赞那个心理方面的，这就是一个心理最好的方法。Just do it。非常好，非常好。今天院长特别提到有关健康快乐的部分，这是属于心理的部分了，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再次谢谢院长精彩的演讲以及精彩的鼓励。